有吓到了。干哇！直接中了，直接被我撞到。远距冲刺可以拿来跑当跑步来用。超远距离被我预测到了。这人真够水的。队友直接三个人都走掉，太夸张了吧！干，队友太夸张了。啊，你先不要一直讲话，现在我在当鬼。
看他那个有没有肯定他是透视的啊。还是透视的话，应该是没修好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哇！直接砍下去，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有点猛啊！哇，他不闪呢、欸？他应该是正面的跑啊。如果他用背影去当视角的话，应该是躲不掉。哇，这一场两处身撞人。我还是想要冲去另一个地方，就刚好他在路上。哎，有没有觉得很像在玩打英哈特？比那还爽，好不好？赚10000分，他们都没来救人。